Hello， 我知道大家在外面等了很久，我知道大家在外面等了很久，现在是九点几。我在入面等了很久，我都想快点出来，但我们的 banner 坏了，所以现在我只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聊下天啦。咁如果因为我现在呢，其实我在 Facebook Live 上面的，咁如果咧，大家个手提电话上到网咧，你哋快啲去个 live 嗰度啦。咁你哋就可以唔使无端端无无聊聊坐喺度冇嘢做，你起码可以睇下 live 系咪？好，我们继续。嗰两条嘢坏咗啊！喂，是啊，给大家看看那两条东西在哪两条。在哪啊？没见到那两条东西。在下面黑色。哪里啊？哦，你们走上台那个。哪条啊？这条。我不懂动啊。哒啦哒哒啦。这两条东西坏了。是不是今晚没好东西了？唔係嗱，其實我原本有諗過呢兩條嘢壞咗都算我可以照唱噶嘛，但係個問題呢兩條嘢高過我啊，我行出去我行出去呢兩條嘢唔識喐咧，我行出去咧睇唔到我，好大鑊啊！成全個演唱會做交換兩位，點解咁辛苦就係咁啊？人要升降台，好啊好啊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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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依家帶大家去睇下其他地方先，有咩地方啊？呢度仲有咩旅遊景點？後台唔係啊，係喎，去帶大家睇下食嘢嗰度啊！食嘢嗰度喺邊度啊？收咗未啊？但係啊，好，帶大家看一下這個演唱會，吃飯的地方。平时所有的团队一起吃饭在哪里吃呢？有什么菜呢？好，差不多到了。哎，在看吃东西的地方之前，给大家看看上厕所的地方。好 ，canteen。等一下 ，canteen 上面还写着 Jam 2017，2019都来了。哎呀，没东西吃了，现在这个有些桌子上面没有东西吃了，平时就会这里有很多饭菜，现在都没了。然后有咖啡机，然后有个蛋糕 ，Sleeping Queen， 这个绝对不是按着我来做的，大家放心，绝对不是我。好，哎，给大家认识一下，这个是我们的摄影师小石。Hello， 嗨，小石，他。本来是我的歌迷，然后可是他拍照太好看了，所以呢就变成叫他来拍照了，哈哈哈。好吧，哇，我已经讲话讲好久了，讲到我声音都没了，怎么办？我们今天的演唱会会怎么样呢？还能做吗？
看大家的留言。好，回来我的房间吧 ，Jam。结果一个人都没有，问大家去哪了？有没有搞错？就这样子丢我在这儿。我知道啊，有很多人说 When are you coming out? We're waiting for you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呀，我也可以，我要不要出去啊？要么就直接出去了，很惨，很可怜，他们都坐在那里等了十，就是超过一个小时了。啊？反正都已经 live 了，要不要出去跟他们一边聊天一边 live 呢？就变成邓紫棋演唱会，变成邓紫棋演讲会。嗯，我想，因为呢，现在因为我在充电呢，我没有办法把这个电话就这样子放着。哎，你看。一放就倒过来了，能不能求大家把你们的手机反过来嘞？哦，他说 you can't turn your iPhone when recording。咦，那怎么办？我试试看用个碗子把它搁着。哎，好像可以。我要干什么呢？现在？所有 Facebook 的朋友，你们有 Instagram 吗？不如我们回去 Instagram 吧。怎么样？去 Instagram 好不好？好不好嘞？要不要去 Instagram 嘞？即兴给大家来一首即兴创作的曲，就写我们今天在后台等了很久。怎么了？我们要出去了吗？还没。还没，好，应该可以写到。写什么？我们现在即兴来写一首歌给所有在等我的观众。Thank you.
结束弹这个歌，因为我的手机已经歪掉。不好意思，我脑子没转得这么快，所以你让我即兴创作一首歌的话呢，是没有歌词的，只能弹。我们的工作人员还在烦恼，你看，哎，好惨。人呢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刚刚好像五分钟前说我们转过去 Instagram， 是不是？要不要转过去 Instagram 呢？决定了，我们转过去 Instagram 吧。各位移动过去 Instagram， 如果你不知道我的 Instagram 的话，你死定了。